6000万的料子开了2包，大家都看得到品相怎么样。咱们接着开第三包，这包呢有多少个数一下吧，啊，13个，这里写了13个，来吧，咱们开就来看一下。哎，都是个大工程啊。等一下呢，开完看完以后呢，还要一个一个的对，这个是哪个大哥的，大哥要做什么，要变8包，还是来说呢自己做个剑王都是可以的啊。虽然等待时间长一点点，但是呢可能呢你白天上班可能就是上8个小时，在我这里呢蹲2个小时可能呢比你工资高的又多，而且呢可能又起飞。咱们不能100%这样保证，但是呢咱们看一下料子到底是不是好东西。来吧，助理上2个，来13个，快点，一边一个啊，一个站这边一个站这边啊，站好了，不是等一下扣工资啊，一个月就那1500，等一下扣扣就没了。好的老板。来，不要把它放在一起啊，把这些放外边，这些他们都看过了，咱们一个一个拍好。你也是来了一个半夜是吧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给大家打个招呼。Hello， 我是小张。你来得快，一会儿加鸡腿啊。他们还加鸡腿，这个可以吃，这一个吃个面包吧，还是鸡腿，那是个断口货。嗯，这个品相不错。罚款，扣钱。看看，没事的啊，石头怎么摔都不怕，最怕呢就是有断裂的，摔下来可能它会断掉，这种随便这样子丢都没事。你看把这小姑娘吓得不轻，掉个料子没事的啊，咱也赔得起，不用怕。这个好像是我的，拆完了吗？小东西，哇，帝王绿啊，是不是？嗯，好绿，好绿，有他头上那么绿吗？来，咱们看一下啊，这批感觉不行啊，是不是啊？看一下吧，等一下看着看着看打脸了，因为都没有见过实物。来吧，看个蜡笔的会卡啊，哇，看到吧，看到这个光感吗？这种漂亮吗？黑吗？这种会卡它如果有裂，它会展示的出来，可以看得到，就很完整的一个，可以看得到，带点底色啊。这是一个，这个看一下有什么看点，带点色，其实没啥看点。这一个看一下啊，这个看点在哪？这个有点色花，可以看得到啊。这个应该就是10万左右买，19、20万。哎呦，灯泡这地方呢已经发黑了，可以看得到，都感觉不是翡翠呀。这东西是翡翠，它的种到底有多高啊？怎么我感觉像个玻璃一样的？如果收的是水墨或者是干嘛的话，我们自己也承担的啊。哎呦呦呦呦，又是一个灯泡，看得到吧？漂亮吗？漂亮吗？啊，可以看得到，大把坎水石。看一下漂不漂亮，这种东西很漂亮，可以看得到啊，小滴滴摸摸的啊。这一批呢就普通一点啦，可以看得到啊，但是这种东西就很精，漂点色，可以看得到，这种东西已经很精致了。来，再看一下，可以看得到，这种呢它的种就可以看得到，荧光也是漂一点点花，也是漂亮，小咪渣，小灯泡，这种结堆的，哇，这个色漂亮，你看白雾起蒙了，起白蒙了，实物看得漂亮，拍得不好看，怎么搞个断口，有点色啊，应该来说呢是在路边捡的这个参数掺进去的，看得到这种就打珠子了，全身都是色化，400块钱那个，这个才400块钱啊，加这个，加这一个400啊，450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抠的，拍的，应该就是啊，因为摄影师呢经常在直播间里面，我比较少照，他说450应该就是450，你看这两个再怎么样，在这边也有2-3千嘛，是吧？来吧，咱们接着拆这7个，看看能不能拆出帝王绿啊。